大家好，我是 Tina， 我是卢广仲的活动经纪人。广仲就是一个很可爱啊，一个很不做作、很纯真的大男生。觉得听他现场的演出都是令人充满期待跟生命力。广仲即将在10月30号发行第二张创作大碟《七天》，我希望他这一张专辑能够温暖人心，然后呢，能够给人家开心正面的力量。卢广仲新生活运动，哦耶！